近日，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邀请了很多国内艺人参与其中，迎来了歌坛界的世纪同框，粉丝们看了都超级激动。5月15日晚，张艺兴在微博晒出与林俊杰、王力宏、孙楠、张杰的亲密合影，众人笑容灿烂，感情要好。张艺兴配文写道：展现青春力量，感受亚洲文化，青春亚洲，一会儿见。另外，这一次张艺兴也算是小小圆梦了一下，因为他和偶像林俊杰有合影，这一次能够和偶像合照应该是很高兴的事情。粉丝们也在评论区留言，期待今天晚上的舞台呀，我们为你骄傲。真的好感慨啊，看着你站上那么大的舞台，以后的张艺兴会越来越好，我们会一直一直陪着你，宝贝你太棒了，期待今晚舞台，哥哥牛掰。还有粉丝搞笑评论，最后一张合照不认真看，我还以为张艺兴是P上去的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